在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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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
听出来是怎么怎么样，拉出来。拉出来。一面正，左正拉出来这样子。哦。出来。因为呢，左右不能转的是这两块筋，你慢慢看。嗯。这块这就很紧，怎么样？嗯。要把这个两块松掉。你是说这里吗？这里，摸这里这一块，里面很、哎、一个硬硬的、哎，那个就是韧带很紧，啊、哎哦，那这个就是这个韧带，啊、哦，这颈部里面就有肌肉的韧带，嗯，很紧啊，哦、颈部这、嗯，所以紧，它一紧要紧紧。一紧啊，那他就脖子就不能转了。嗯。也是这样子。尤其那个，这肌肉就是这样子啊。嗯。不有一些肌肉、嗯，这个前提肌肉是吧？这个、肌肉。叶、嗯、老师表示你的，这个，嗯，这里这条这里就很紧。哦，这里。对对对，尤其那个肩颈这个啊，这条肌肉有没有小朋友斜讲的？斜颈，嗯，就是一条，哦、嗯，就是那个，从锁骨上来了，嗯，锁骨上来，胸骨出去这一条，是，紧的话就不行了，嗯，松掉，因为斜颈呢，就这胸骨突肌啊，紧的。会痛。我用的方法就痛的方法就是这样子，嗯，这种感觉，嗯，这样点点它，嗯，点它，你一直强压它会痛，嗯，然后点的比较不会痛，嗯，有没有？嗯，老师，你摸我这个肌肉其实也是很紧。对呀、啊，你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很紧，尤其这个胸，这个这条那个竖脊肌下来的啊，这个，因为你一直有叠式。这个、我这个地方也是痛的。对啊，对，这里很痛。对啊，就一条肌肉。嗯、啊、哼。那个就。所以我现在是也要这样按摩吗？对，你看这条肌肉就很紧，明白？是是。OK， 所以我现在是按这个东西。对对对。还有这一条的竖脊肌，它比较紧，就比较内层一点。啊。内层就脑后这一条。是。OK。所以我也是要按这里。这个比较表层的叫做斜方肌、哦，深层一点从这里开始，哦、深层一点的、哦、就是那个竖脊肌、哦哦，斜方肌在这里，竖脊肌、嗯、就比较靠近脑后的这边、嗯，所以我就这样震动，慢慢把它拉出来，有、哎、没有？这种感觉你应该可以知道。哎呦，拉出来，一节一节的，一节一节把它拉松，左右震荡。就不就会慢慢松下来了，再来就是这里。哇、哦，这里痛！这里是我的那个骨头凸出来吗？不是，这不是骨头，不是，也是韧带痛、嗯。哦。你上次说我的那个什么？嗯。就有点钙化嘛。嗯。先好一点，今天好一点。今天好一点，嗯。这个就不会弄，那前两这个紧的要死。还是很疼。慢慢练。慢慢练，这里啊，嗯，这样松。嗯。
头一低，一直抬，头一抬起来啊，这边就能凸出来。哦。牛仔筋就这样来的，所以都按，你说把它拖着，就按着。你这个手。不拖着啊，按很紧没有用。哦。你先拖起来，那我自己也要拖起来吗？不让你头抬起来就好。哦，抬起来。他抬一边头抬不起来。哎，是。就把它拖着，这样再按摩它，效果会比较好。是是。这样的按，很，你辛苦，他很辛苦。嗯。要抬起来，它这边才会松掉。嗯。好，用这个鱼背。鱼际。鱼际。用大鱼际。或者用这个也可以。啊，用小鱼际。两个都可以。不过他现在不错了啦，这次没有垫高，他头有低下去了，有进步，比上次进步。哎、嗯。所以左右就正大，它会松的。好。OK。嗯。太晚。要走了。太晚回去要被。